紧急状况！紧急状况！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猫咪吃到辣椒，它的嘴巴在喷火了。好，你赶快去救它吧，消防贝贝。Go。妈呀，我也要来啊，我妈来救援啊。好，小宝贝开始救小猫咪，任务开始。它停车，那个吗？对，它的嘴巴喷火了。救援成功了吗？叫火山爆发。火山爆花哦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哦。那怎么办，消防员？太大了，太大了哦。那我们就不能帮他了吗？不能了。可是他只是吃，你要叫警察贝贝来帮忙。等一下，可是他只是吃了辣椒哎，你可以帮他喷一喷，他就会好了哦。你再帮他喷一下好吗？小心哦。可是我没水了，没水了。那怎么办，消防员？还是我去装水？你去装水，等一下，你先说成功。成功。好，我没水了。好，去。